樹蔭有一隻蟬跌落你身邊，驚慌到失足向前，然後撲入我一雙肩，令你緬甸一年像櫻花萬千。懷念美好高中兩年，期望你的青春不變，去到今天。正开，还未懂跟你是爱。初出来时彼此闭着眼，渴望未来。人自信这大时代，投入几番竞技赛，曾分开，曾相爱等待，跟你未爱的爱，你说悲不？渐长走得多么快，如有天樱花再开，期望可跟你是爱。佢一转咧系有信心咗嘅，我觉得之前系真系有啲惊咬咬地嘅感觉。如有天之地。Thank you. Hello. Hello， 你好。你好，文熙。俾少少時間你定一定，介紹下自己先。叫咩名啊？係，大家好，我叫孔文熙，咁我係一個唱歌老師，我今年35歲。嗯，好好啊，你介紹得，你講嘢仲冇咁震添啊。三盞燈，嚇就。不如聽下評審意見先啦。我睇到 Harry 係第一個撳燈，即係佢依家做咩？你依家突然間玩咗呢一種？今年手鬆咗佢。係咯。今年俾你估到咩？估唔到。季季唔同啊嘛。我望我又有睇錯嘢。我覺得咧，首先俾掌聲，第一個參賽者係咪好緊張啊？好大壓力。其實都真係幾緊張，我坐台都唔覺嘅，跟住一企上，哇！噔噔噔噔噔。係啊，其實喺100強咧，我就相對嚟講冇咁嚴謹嘅，最主要我睇一聽得舒唔舒服。舒服我咪撳咯。啊，慧嫻前輩，我覺得你係唱得好好，同埋你好放鬆啦。多謝慧嫻老師。最緊要就係因為你係第一個啦，好似 Harry 咁講，第一個出嚟就係你已經可以個 head voice 係叫做準啦，唔好走音啦嚇。咁我覺得已經好好嚇。多謝慧嫻老師。嚟嗎？我有唔同嘅意見，你第一段好差。也許走不過擦拭的街。但當吳老師一撳，你一開始喐嘅時候，佢完全係第一段同第二段係兩樣嘢。係，我話你第一段係唱得最好嘅。我覺得最差嘅。我係最中意你第一段。我最中意第二段。所以兩個評判就係咁解啊。係冇錯。阿文希唔使擔心。我覺得三，我覺得就係保平均咯，由頭到尾我都覺得佢好平均。唔該曬。Thank you。Thank you。Thank you。多謝老師。